我和阮富仲总书记同志共同宣布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开启了中越关系发展的新篇章。我高兴地看到，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我同阮富仲总书记达成的共识正得到落实，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双方要按照六个更既定方向，政治互信更高，安全合作更实，务实合作更深，民意基础更牢，多边协调配合更紧，分歧管控更好，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的务实成果，服务各自现代化建设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也为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